各位同学，请坐，今晚要开始上课。各位同学，请坐，今晚要开始上课。大家好，罗家心瓜啦，这是我们大院的庆安，大家好过，辛苦大家，我们所有的，参加我们高级班的同心，非常辛苦，我们正在做最伟大的工程，什么是真伟大的工程？你有相信无？有无？有什么工程？我们都在做更大的工程，要突破流亡政府、中华民国这个政权，要怎么突破？这就是真大的工程。我细汉的时候，我的阿祖，背山，也要训练我去爬山、爬喇、爬山顶。后来我们有几个年轻人说，被警察抓到的时候，哦，你怎么抓到三枪？我没三枪，一枪都倒了。三枪嘛，三枪是那个。还有球啊，球啊！那个迄个高山族的青年说：“我无三，我一枪就怕倒了。”这也就是说，在山上的生活文化，看到像你这样山顶，有迷路，有青年是一旦跨出迄个山顶的。迄个态势，还是伊个形态，真正遐尼济人迷路，山顶个嘛，山顶个人高山族嘛是很容易迷路。亲像高山族到都市有迷路无？有啊，咱排队嘛是同款，那无熟悉个所在嘛是会迷路啊。所以假若那是高山族的青年到都市的时候有迷路的话，让同心呢也好好照顾他们，也帮助他们，让他们不会迷路。亲像背对背山的人，那么多的平地人，然后不是有登山客吗？登山客然后掉到悬崖峭壁，谁去救？有了，有那个什么救难队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直升机一来，哦，到山顶啊，哇，要怎么走啊？啊，嘛是爱吃高山族，太多的例子，自以为说那个救难队非常强，那只不过是因为直升机那边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而已。那真正已经掉在悬崖峭壁的登客，有时候生命危险，有时候已经死去了。那我曾经在司马库斯，有去那个司马库斯无？那个新德五峰，尖叫乡，尖石乡那边，司马库斯那边在三年，对不起，大概是五年前。
我在那边的时候，有一个平地的年轻人，他真的受不了了，家庭破裂了，所以他到山顶来去清心，然后做一些的轻松，结果他还是想不出来，想没有办法，所以他只好开车，要跟那个游览车相会的时候，他好心说要让游览车，结果他自己开的倒车，嘣下去了。那下去的时候，那个车子烂掉，人也脚什么都断掉。那个救难队来救的时候救不出来啊，嘛是爱靠那个高山族司马库斯的笑脸狼，然后去到仙来峭壁把他扛起来上来。所以人是爱互相，这个互相无论伫白堆，无论伫山顶，特别咱民政府更加爱互相，安尼好无？这个就是我们以后执政的时候，就是往这个平水准，那更好。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那今仔日真好机会来分享，来思考一下似是而非的一体两面的中华民国。怎么是似是而非？好像请求安呢？嘛是亲像迄个，到底有啥物正确的路，还是正确的人生观，拢是似是而非。那有的是一体两面，当然正面的一体两面是好，但是我们常常活在六七十年的这个历史当中，都是很多。你要突破你 个人自己的生活的领域，无论山上或是在平地，你都要去冲击，而且常常受挑战。这就是我们的痛苦，这也是人生的经验。这个经验呢，我们还是要学习怎么去突破。那到底中华民国有什么似是而非？中华民国是不是台湾？台湾是不是中华民国？这拢是伫中华民国的教育下下，在中华民国的教育之下呢，这个都是似是而非，又像中华民国，又像台湾。那有的台湾人说：“我嘛是台湾人，我是本土台湾人，我是本土台湾人。”是不是真正本土？不一定。所以这个生活都在似是而非。四十多年前，高山族少年人到都市底下为着生活，伫山顶无遐尼好的生活，还是教育的问题，然后就到都市，底下打拼。但是有人说：“哎，你是高山族。”那时候以前说，啊，你是烦呐，哇，听到烦呐，气个要死，无哈多啊，被人称为烦呐就烦呐，好啊，我烦呐就烦呐，我三弟三包啊，那你四包不要紧啊，无袂安呐，就是安呢，这就是生活，无袂安呐，所以有的人说。为了要避免被平地少年人所烦呐，所以我嘛是爱做外表是烦呐，但是内底是不是烦呐，还是背对人的心，拢无共。所以为着生活，啊，你是山地人，我不是山地人，哪里不是山地人，就可以听到腔调就可以。听得出来，就像我今天的腔调，我怎么走？那假如我没有出声音，就好像，咦，这个好像是什么人？但是一出声，本来就烦了，就烦了。
但是在那种情景，常常会有自闭症，而且会被欺负的感觉。所以两个人还是夫妻夫妻的关系，或者是不同的朋友之间的关系，那有误解就无了解，那无了解误解是冲突，冲突以后呢，一定会争论争闹，闹得天翻地覆，什么都来。那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中华民国的教育上也是同样，但是你不能说因为就是这样不会怎样，不行要起来革切，你不能常常说不会怎样。就像我跟我太太认识的时候，我太太是塞雷休假，我们在神学院，我们基督教的神学院在那边读，因为我是做牧师，那时候在神学院认识，结果我太太的爸爸妈妈说啊，还呐，免，你要嫁给还呐，我不爱，我的查某囝袂当嫁到还呐，除非你的囡仔，你的家家孙孙，我没有看到就好了。结果还不错，我的岳母她给我一条路，她虽然很生气，我在你是心情好，还是你非常可爱的烦恼笑脸人，但是我每当嫁到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啊。结果给我暗示说，但是您结婚的时候你不可以跟我说，那个意思就是看您自由啦，我也不错呢。结果结婚 生孩子一年以后，就生一个大的儿子，说啊，还那囝，还那囝嘛是可爱，可追呢。所以这个都是观念，所以这个无论是观念，或是领域，或者是任何的教育，这个都是最大的工程。所以今天是不一定你的朋友，还是你的家己的亲戚，加入你做民政府的同心。不一定，很不容易就接纳你们的这种的观念，但是这个观念也是要突破，也是要继续深化来做真伟大的工程。今天我们思考，我们看看中华民国实际上是1912年成立，逃到台湾了，就把台湾称为是英雷哦。所以今天台湾人说中华民国跟台湾有什么关系，那赶快啊，所以大家都说啊，赶快不要紧啊，不讲也不要紧啊，都是不要紧，都是没有关系。69年的历史当中，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这个都是流亡政权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国民进党说的，所以一直到现在。所以今天我们来到再一次继续来探讨我们台湾民政府真正的生命的道路。我一直把台湾民政府当作生命的道路，我们做牧师的，做牧师的，生命很重要。我想每一个人都是把生命看得非常重要，但是我们重新来看，重新来看台湾的生活，台湾人的生命，这都是生命。
非常可贵，爱帮助咱的后代，我们的后代，这个都是我们背起这样的生命的道路，所以我们基督教把它当作一个十字架的道路。今天我做牧师的立场也是同样，咱现在做十字架，台湾十字架的道路，来改变中华民国，改变台湾的家己观念。所以今天我们看看，虽然活在似是而非的进入乱章无法的这个命脉的领域呢，也是同样。我们看看底下有一个，这个是我从我的小女儿，她给我说：“爸爸，你看看里面，我算过了哈，他们这个1758 play game 哈，一共有40和28，我看看是这个40。”28行，然后一共1120个九个字，然后在这个哦，这个个写错了哈，1120个的数字当中呢，有一个字是只有一个八，在一分钟看能不能找到这样。看能不能弄上去一点。好好。从这边来找一个八，哇，好袂歹呢，哇，安尼有五万了，台湾民政府有五万了，来，我们鼓励自己，加吼，好，这袂歹。这表示我们的集中力很强，我们的生命的路会更热络。这个就是说，让的中华民国被积压到整个都受不，没有办法，好像没办法活起来。你虽然是一个八个，那么多的领域在压制你。无论是教育上、领域上、观念上，或者是生活上、经济上、政治上，还有学校，任何的都被积压，无法度啊！这就是中华民国啊！但是你不能说不白安怎，嘛是爱继续生活，安尼好唔好？所以虽然你只有一个，但是我们的人还是有机会。所以今天我们来思考。怎么去认识中华民国跟台湾，然后 Republic of China 流亡政权的似是而非的殖民政权，然后台湾民政府给我们更大的伟大的工程，活出台湾人的活路，然后我们本身自己做更大的工程，有这个四点来思考。今天让继续来为着台湾民政府，为着让台湾人，不是为着恁家己呢，为着咱后代。所以我们同样的，我们很清楚，其实中华民国这个是纪念碑，在中国南京中山陵，大家都熟悉了哈。建都在南京，1912年到1949年，这个是真正中华民国。你看，成立孙逸仙他们说成立，然后打破第十一次、十二次的辛亥革命，真正成立中华民国，讲那个孙逸仙有没有在中国？是这兄在日本，他没有在中国来成立。只不过是把挂在中孙逸仙，说这个是我们的国父，国父不是咱的国父啦，跟你讲啦，是中华民国家己的国父啦，安尼好不？孙逸仙就是他们自己的国父，中华民国甲
咱台湾实际上无关系啦，所以怎么会变成国父呢？所以在这个感谢状也是一样，因为在那时候，在钓鱼台那个地方有碰到台风，然后有我们自己当时的日本台湾人呢，就帮助这个救难，然后把这个有已经困在大台风的船难呢，被我们台湾人帮助，所以中华民国那时候就给日本帝国这个感谢状。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台湾不是中国的土地，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土地。我们看看，在美国跟中国建交的公报里面，说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这个是中华民国已经被踢出来了，被从那个联合国踢出来，那真正的中国合法政府，干那中国。但是中华民国来到逃到台湾，秘书长讲得很清楚，中华民国你只要不在你自己的土地里面建构你自己的政府，然后你用你自己的名称逃到别的国家的土地，那个叫做逃亡，那就叫做流亡。除非你在回到中国跟共产党再拼起来，反攻大陆，搁起来反攻大陆。什么反攻大陆？反攻中国了？什么反攻丢大陆？无讲。所以这个都是似是而非，给我们搞混这样的一体两面的中华民国。但是美国嘛是因为为了家己的利益。所以他们就说啊，承认了。所以那时的中华民国不是中国。但是我们看看，在当时2007年8月30日，这是什么？白宫国安会亚太资深主任韦德宁 Dennis Wader 啊，明确的表示说，台湾还是中华民国，目前的国际社会不是一个国家，这个都讲得清楚，非常做一个宣誓，连美国本身在白宫里面呢，清清楚楚，中华民国不是国家。所以在不只是在这个2007年，连鲍威尔或者是在他们美国智库里面，他们也把这个中华民国不是一个国家，他们那边写得非常清楚。而且中华民国宪法里面来带有台湾不？无啊，中华民国的宪法在中国在那里成立，在那里制造，所以今天是来逃亡到台湾，所以没有把台湾当作自己的领土。只不过现在蒋介石这个集团把合作起来，把台湾当作中华民国，所以给我们搞混，所以这个又是似是而非一体两面的做法。所以比较最大的错误是，中国国民党跟共产党呢本来都是彼此仇敌，然后实际上他们的和解，秘书长说跟我们台湾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本土台湾人实际上没关系。但是在1949年12月10日，这个流亡
中华民国了，跑到台湾，然后把10月25当作占领，实际上是占领的开始。今天给我们教育是台湾光复节，为什么不要说中华民国光复节？他没当讲啊，所以他们就把教育咱就是台湾光复节，这不是真正光复节。实际上就开始占领台湾的时候，到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这个日子开始呢，才知道中华民国这个政权是实际上是台湾治理当局代替美国来掌管台湾，这是我们整个来跨清今仔日中华民国。就是笑脸的时候，好像看起来有那么样哈，实际上的霸道恶毒都在他们当中，所以不能看外表哈，不要看外表，不要以为你英俊潇洒。马英九也是一样，本来是他们说啊，当时的100年。他们认为的100年，建国100年，后来以后就本来是中华民国建国100年，把中华民国划掉，就变成建国百年，所以有很多的历史或者是很多的文化工作队或者是任何的纪念拢是建国一百年，本来是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结果他看的不对劲啊。中华民国微雕，这就是似是而非，只有中华民国马英九他们这样才会做得出来。我们看这个2004年10月25号，美国前任国务卿鲍威尔他也曾经讲过，台湾不是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他讲一句非常出名的一句话说，当人们不再向你诉说问题的那一天，就是你不再领导他们的时候。今天我们要准备执政了，那为什么郡守常常要考试？为什么要把法源台湾新台湾论弄得更清楚，就让秘书长教导我们的这个法源呢一清二楚，不要等到执政的时候，哦，嘛是赶快哦，迄个嘛是赶快，这个嘛是赶快，做那个也可以，这边也可以，中华民国也可以，台湾独立也可以，哇，都乱掉了。那时候就像我们古尼万的美国4月20号到25号、26号的时候，我们就在那边国际记者会，结果。叛徒的说台湾政府成立咯，哇，吓一跳，诶，奇怪，我本来也要提出一些的意见，因为我们相信带领者啊，蔡吉言啊，蔡明华因此领导者啊，结果不对劲，在那几天才发现说原来那么严重，所以我们就提前回来跟秘书长，我们四个先提前回来，结果竟然也说，哦，高沙祖主席中国间谍，哦，中国失败，就他们吓到啊，高沙祖主席嘛是失败啊，哇，牧师啊，你也是中国间谍啊，哇，我有写中国间谍吗？你看我去多次，去两次的美国，两次的日本，膝盖。拢无问题，那是假如是我是中国间谍，早就被抓了。所以这些都是困扰我们台湾民政府，因为叛徒。所以即使有那么多问题，有人指责你，有人质询你，那个没有关系。等到有一天都不人家不甩你，不去请教的时候，表示你有问题了。所以鳌拜让。执政的时候，我们是赶快
无论做什么样的官位或者是做什么样的职位，我们更喜欢有人民百姓给我们提出更多的问题。等到很多的问题，很多老百姓人民没有向你请教的时候，那时候你的时间也差不多了。这个是鲍威尔的最出名的一句话。所以在美国政府仍然用同样这样的，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在2008年8月，美国国务院回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讲了一句话说，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鲍威尔说，台湾不是独立的国家，不享有作为一个国家的主权。台湾 is not independent. It doesn't enjoy sovereignty as a nation. And that remains our policy, our firm policy. 所以没有享有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讲得很清楚，竟然让台湾人自以为本土台湾人说，咱是独立主权的国家，我们都有权利，都要依靠人民，爱靠双顾、哦、要靠选举，只要我们打倒国民党，我们就成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像你后天啊，就请求让毕淑敬常常讲，台湾是不是台湾人的台湾，也是赶快。所以这样的事情假若不注意，没有弄得一清二楚的时候，就会搞混。因为台湾人民在法院的论述里面实际上不是那么清楚。然后在这个68、69年当中呢，我们看看去年看到中华民国的中央预算有差不多1.1兆9000亿，一年哦，我们的总收、总支出、总预算将近2兆元的，难怪中华民国的很大胆说：“哦，中华民国在台湾真的是大手笔。”然后台湾人嘛是滚对中华民国底下迷迷糊糊，哦，特别是万国刷中，是安怎爱推翻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咱的政府是咱的母亲呢？哇，我吓一跳啊！我们几个高沙士说，怎么可以抗议中华民国，抗议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政府是我们的母亲呢，我们的妈妈，怎么可以抗议呢？哇，我吓一跳了，竟然还有这样的观念。没有话讲，是因为中华民国这样的教育造成现在的混乱。所以今天同样的，台湾治理当局本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这个是太平洋被占领的地方，但是我们更清楚，美国只不过是委托蒋介石来代理托管，这是一个受托的关系，而不是拥有台湾主权的领土的关系。2000年到2002年，这个 PCT 是台湾基督教教会，我们基督教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这个2000年发生不幸的事情。当时我当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总会议长，台湾高沙组在100多年是我第二个成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总会议长，因为拢是北队啊。我16年前有一个台湾族第一个担任总会议长，那是我第二任，那是在这个2000年这一段的时间，我主持一个会议，因为彰化基督教医院发生了丑陋的事件。董事呢，他们有几个董事要赶出这个院长，
结果我们去处理，不但不是只有台湾那个彰化基督教病院，也影响台南的长荣大学，这个都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财产。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财产是不是只有长荣大学、彰化基督教医院？彰化基督教医院有10个当中的诊所，鹿港啦，或者是南投园林啦，这个都有，二林都有，差不多10间、11间的诊所。然后台南新老病院那边有麻刀新老病院，然后马街基督教病院，这个拢是阮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财产。所以有差不多10多间、20间的医院呢，那这个彰化基督教医院就碰到这个问题，贪渎事件，我去主持，我非常痛心。一个我们信耶稣的，应该是做得更好，但是碰到钱，就像圣经所讲的，你的财产在哪里，你的心也就在哪里。这个意思就是宰善很容易贪渎，所以碰到这样的问题我就去主持。然后他们被我免职的6个董事呢，他们控告法院，然后这个2年当中就控告法院，我也去法院，我到台中最高法院的台中分院被质询，法官就跟我讲说，议长，那时候我被称为议长，说议长，这个你们的财产是怎么分发的、分配的？我就回答法官大人，这个财产不是当初的财产，当初是干那受委托、受委托而已。今天中华民国的财团法人，今天中华民国的董事是你自己的财产，是不是？中华民国财团，还是家己的当属是你家己的财产，还是你家己的亲戚朋友，你才可以担任董事呢？但是基督教是受委托、受委托的，所以这个董事呢，所有这个财产不是董事的财产，你只要听我们长老教会总会，那时候我主持。所以不是只有这个学校呢，还有台北的真理大学，还有淡江中学，这个都是美国、加拿大的宣教师150年以前来设立，然后慢慢慢慢，国外的教会的会友募款帮咱，让台湾人，不是干那让。基督教教友呢，不是只有针对教会呢，是针对咱台湾人。那是你伫住伫台北，你在迄个马街病院、马街医生的故事非常奇特。为着台湾人，然后带北部族的休假，牺牲自己，然后就融入。台湾人，他当时他是牙科医师，他在那时候就6000颗牙科牙齿被麻接帮助，不是教会会友呢，是让台湾人。然后南部的马雅各医师嘛是赶快，假如你是住在台南的，应该知道这样的故事，马雅各医师。那这些都是宣教师，外国人。那时候100多年前，台湾人生活很清苦呢，乱的乱，肮脏的肮脏，卫生没有卫生。所以外国人他们用爱心来帮助让台湾人，来帮助建设学校，然后建设医院。所以我就告诉法官大人说，这些都是不是当初的财产，是全世界外国人甲咱台湾人打拼来建
建筑来建筑建构这类学校跟医院，怎么可以都用贪渎呢？所以有时候我这样主持这样开会的时候，我心痛，心痛到没有办法继续讲下去，我就唱歌了。我就唱歌啊，唱打样的歌，嘿啊提啊拉啊一呼啊一呼，那努巴来古因勒龙安苏。哦，安尼，因听到啊，奇怪，你牧师是安那来唱歌，心疼嘛，我没有办法表露出那种那么多台湾人贪渎的这样。不是当初的宰相受委托的，今天也是同样，中华民国受到美国的委受交代，竟然让台湾人台湾的领土当作中华民国的领土，然后贪渎的贪渎，什么都来，这样听起来一听呢，我每次看到秘书长这样谈到我们这样整个的事件的时候，他秘书长虽然没有表露出他的心痛，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你们有没有体会？有没有体会？有体会才是台湾民政府的同心啊，没有体会啊，那无采工了，好不？你们睡，好好睡了，打瞌睡也可以，但是我会叫醒你们的，我会唱打样的歌给你们叫醒的。所以今天也是欢庆的机会。那今天中华民国不但是用这样的来欺骗似是而非，而且用整个民主大民主，我们是中华民族哦，中华民族国税、哦、然后用这样的事情自己都不认真。那实际上最近的其实古尼让毕淑定已经供掉，今年的四月到六月有中华卡哦，原来这个张亚中、哦、他是一个教授呢，他专门原来在这个是中央日报2013年12月22号陈洪光整理的中华卡，然后又要准备中华旗，其实几年前他们就已经预备，毕淑定就很清楚已经告诉我们，假如你办中华卡就当作你是中国人，他休息吗？不是要跟你们恐吓哦，也是把你的亲戚朋友说小心不要办中华卡。这个中华卡呢，他们以为是他是台大哇政治学系的张亚中，在中国评论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他说这个改变呢，两岸什么两岸，他自己也真正金门妈祖娘了，未歹哦，我们同心不错。他们说要替造一个统一，所以这个都是前奏曲。那他们要分出这个文件呢，让中国跟中华民国，他们也把当作说台湾人嘛是同款，嗯，看到钱哦。目睭真锐锐，眼睛就发亮了，看到钱哦。所以很多台商的，听说有2万多个，在将近20000被老共在监牢里面，很可怜。台商的哦，没有人去救。那这些，这个张教授呢，他把那个。你看2009年就开始了，2010年又开始推动了，然后他们用这个中华卡呢，用七项，第一个是用自以为和平的，
然后文化统，谁给你文化统一啊？然后货币也要统一，然后经济有了 ，ECFA 已经出现了。ECFA 是2009年6月29号，好，然后就强化身份认同。哇，这个强迫人家深化认同，难怪廖国栋的一个国民党立委跑到中国的时候，哇，我们这个原住民也是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国的一族，搞家了，这个这个是领导的代志，不是我的。但是有的人就是安尼啊，那是阿美族呢，阿美族的一个廖国栋立委，还有一个泰尔族的高金素梅，这个都是在那边推动，因为都要为了中国的钱，然后说不要彼此作战，然后共同参与，用这个七项来建立一个中华卡，所以休息吗？好，发行这个中华卡就是。其实最重要就是要成立他们的什么永久的居留证或者是护照。中华民国护照不是主权独立国家的护照，那个是绿色的，是被占领的，是因为美国来同情我们台湾人，所以给你一种自卫，给你一种自爽、自以为满足哦。你有 passport， 我嘛是 passport， 哇 ，passport 嘛是到遐里十几个国家哦，不必签证啊，好像自以为满足的，这些都是整个一体两面、似是而非都在讨论的问题。所以今天，所以我们看要注意哈，这个都是中华卡的。一个重新又在捏造了，不要成为你是中华卡的一个小虫子在里面哦，开始修行，应该不会了哈，不会吧？嘿，感谢。我们也看这个中华民国，而且是你看，我们都听这个在初级班大家都看过了嘛哈。那把这个实际上应该是行政长官公署，这个竟然要成为这个以后就变成台湾省政府，那台湾省政府，然后他们就成立了一个警备总部，所以实际上秘书长讲得很清楚，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前面应该是民政府的位置，结果蒋介石、陈仪他们就把改变为行政长官公署，然后再改变台湾省政府。那这个军事政府呢，他们就改变为警备总部。哦，这个警备总部就专门抓人的。你们知道人二哈，特别你讲错话把它登记，所以很多廖北亚，什么马英也是廖北亚。都是廖北亚，所以造成更多的事情，造成都混乱了。我们看看，在这种我们中国，在蒋介石把它当作这个太平洋战争就当作中国战区，所以他们说台湾是我们中国的，所以他就用似是而非，实际上他就是已经破坏了历史的真相，是太平洋战区。不是中国战区，所以在还好日本在1945年4月1号就已经把我们编入在日本大帝国的政府，不神圣不可分割的土地。然后台湾呢，在1950年6月25号这个韩战爆发，这个实际上最大的关系是因为在他们三个
英国、美国还有蒋介石三个领袖当中成立的一个开罗宣言。那开罗宣言是一个记忆好像记事簿的样子 ，memo 一样，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契约，说，哎，当然是因为中国曾经打败过美国，所以他们在几个月当中就他们成立了这个开罗宣言。那开罗宣言，他们说好，最后把台湾还给中华民国，还好，美国。他们有一个弹书，只要你侵入、扩展你的领土，然后侵入他国，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开罗宣言就会被打破。那刚好这个6月25号，韩战爆发，所以美国很聪明，就在那一段的时间就向联合国提出控诉，说中国人侵入别的国家。所以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领土，然后在联合国在那边讨论，中国呢也是抗议美国说，哎，美国也在侵占台湾，所以他也是一个侵略国。那联合国就做一个决定，好啊，假如是台湾是你的领土的话，你就拿出证据。你提出证据来啊！迄时到今下日，嘛是无提到因迄个证据，就是台湾是因的国土，这个证据呢，拢无提到到今下日。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特别在注意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这个中国呢，也是纵容这样的事情，违反了国际法。那在他们以为说，哎，日本人就用掠夺迫害，这个是中国人的去形容日本，实际上这仇日，就像塞德克巴莱，哦，塞德克巴莱也是，在南投雾社那边的一个事件，那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很真实，不过我看的最重要就是。仇日的意味很浓，就让台湾人就是仇化日本人，所以很多高沙族的也是说啊，日本人很坏，哦，都在侵占，然后侵略我们高沙族原住民，啊，实际上都一直建立仇日的一个态度。不过还好，我们来到民政府才知道真正事实的真相。这些都是为了要统治台湾，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在流亡政府里面，我们看看，原来应该是成立平民政府。好，刚刚所讲的台湾省政府，这时候李登辉当总统，秘书长也讲过嘛，哈，不能去爱废省，这个美国就不赞同，不能废省，可以动省。所以那时候说，哎，为什么李登辉说要动省，为什么不要废省？那时候让你知，那时候你知道吗？黑西你知不？不知。到什么时候才知道？台湾民政府真正迄个历史的事实。所以我们很多的事实，只有到民政府才找出真正的真相。所以这些都是。碰到的问题都可以做一些的理清。那特别在1946年1月12号，在日本国籍全部都集体归化为中华民国国籍，还好很多无论美国英国在外交抗议都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国籍，然后到了整个的事件才发现说，啊，我们委托这个蒋介石集团，原来不是以前所属相那个蒋介石，以为说蒋介石可以堵住共产党
并吞台湾，想不到，哇，更恶劣。228事件发生，白色恐怖又发生，很多大学受灾难，然后整个的，像我们高沙族的黄武土地嘛是赶快底下作乱，而且破坏了珍贵整个我们生活的领域，这些都是已经碰到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除了刚刚所看的这个开罗宣言以外呢，实际上他们就是把用日本以为是用武力，而且窃取这个中国的领土，这个是中国人来搞乱我们对事实历史的真相，所以真的是很恶毒哦。还好有进入刚刚所谈到这个开罗宣言，然后在联合国会议的时候才发现说，在1990年他们6月28号《中国人民日报》午休权是刚好我刚所谈的中国周恩来代表这个九个人午休权九个人小组，他们要去抗议美国侵入台湾，那倒是那时候还是做不出来决议，因为他们拿不出真正自己的证据。我们来看看1950年，这个特别注意哈，这个年代。1950年4月30日，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提出的美国侵略台湾案，然后同年12月7日呢，联合国大会委员会表决将中国提案搁置辩论，因为拿不出真正的证据。刚好那时也是朝鲜韩战爆发，所以这一些的就确定说，原来本来以为可以保证把台湾归还中国，因为碰到韩战爆发违反了承诺，所以美国就决定撤销台湾归还中国的保证。这个是，所以在1950年6月25号呢，北韩军队然后和南北韩就分界线了，就是因为韩战爆发。好，那有些流亡政权的中华民国呢，他们以为说我们有外交了，又是似是而非的外交政策。今天流亡政权的外交关系呢，实际上是，你看在这个他们是这个小国家哈，我看这是看甘比亚总统哈，在2009年4月的时候，马英九就用军事礼仪来欢迎他，这是好高兴哦，宣布以。本来是在4月的时候很高兴的欢迎这个甘比亚的总统，但是10月14号呢，突然与台湾断交，是不是与台湾断交？是不是跟台湾断交？不是，是跟中华民国，这个又被他们骗去了。所以台湾人说啊，某菜，我们已经花那么多钱给小国家凯之外交。竟然虽然突然就马上断交，哇，这真的是为了钱。实际上这个断交是中华民国跟甘比亚的，那这些都他们本来都很高兴，你看花了1600万美金呢，帮助这个另外一个海地，刚刚看的这个图案呢，哇，真的他们说，哎呀，台湾人真的好呀哈，但是实际上
拢是安尼骗咱台湾人诶血汗钱。好，还有好像开放党禁，哦，好高兴哦。那时候在1986年，我们看看，看能不能上去一点。没有，那个圆山饭店，对，我们看看圆山饭店，都知道嘛哈，一刷饭店是下人的，蒋宋美龄啊，一般说蒋宋美龄是实际上是国民党的财产了，一个国民党的财产，然后一个国民党的主人成为主人，竟然。反对国民党的民进党竟然能够在圆山饭店成立，有没有玄机啊？哎，家里抗议的人，家里反对的党，是安怎在你家己的中心的所在底下成立反对党？有没有玄机？假如我跟你作对。然后我还要向你借那么大的一个圆山饭店，你会不会赞同？会不会借我？一般人不会。那给他借，是因为里面美国就告诉蒋经国说，你一定要开放，你不开放表示你没有民主。就蒋经国后啊，开放党禁，然后就成立民进党，但是。成立民进党有一个玄机，而且是最大的原因，你知不？必须定功，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唯一的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不当改。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就不能改，所以就成立了。所以我们都好高兴了，哇！那时候我们几个教会的牧师嘛，是赶快来帮咱民进党啊，哇！去了哇，民进党是咱的党，哇！哦，欢喜噶！我们还到那边跳舞呢，双顾的时候，陈定南做省长选举的时候，我们偏偏也跑到宜兰帮咱伊，哦，然后到了南部。高雄，我们几个牧师很会跳，又会唱歌。我帮咱阿来算股，阿来来算民进党好唔好？好啊，哇，欢喜噶。结果现在我到民政府就说啊，又受骗了。马多似是而非的国民党啊，一体两面的中华民国。嘛是安尼啊，所以，我们看看这一段的时间。所以，不是有一个阿扁吗？我们说选他第二任的时候，没问题，我们一定会国号把它翻新，然后来做制宪哦，来改做台湾共和国哦，然后来改做制宪。中华民国的宪法无碍，咱做家己台湾的宪法，安尼好唔好？好啊！啊，欢喜个，你有无？你有内底有无？有参与无？无啊！安尼加载，还好你们没有参与。不过我们那时候哇，高兴得不得了。结果阿扁讲。我袂当做，就是袂当做。是安那袂当做，不能改国号，也不能制宪，袂当改中华民国改做台湾共和国，嘛是袂当执行，袂当改做中华民国宪法改做台湾的宪法，袂用的啦。哦，你们台湾话的袂用，就是袂用。哇！我本来不知呢，我常常
到我岳父母，我看到几个阿公阿嬷，甲伊的子孙，病就是病。哇，那囡仔鼻鼻喘的，不行就是不行。哇，我吓一跳，我哈哈，这个喉咙狼怎么那么厉害？赶快啦，高沙中嘛是赶快啦，学讲音嘛强用啦，系冇？系冇？所以中华民国阿扁啊，想要被当走，因为他宣誓的时候，我做第几任的中华民国总统，在边誓约，我要效忠效忠中华民国。我要效忠中华民国，我要实现实现来实践中华民国宪法，然后我用宪法来帮助中华民国国民。有讲台湾人民无？无啊，拢是中华民国国民。然后那边那违背誓约，违背誓约者104条。底下弹，104条，底下弹弹下面，违抗誓约者，死路一条啦，死路一条了。安尼阿扁敢做不？敢不敢做？当然啦，袂当做就是袂当做。哦，我讲台语这一句话较标准了哈。我每当者就是每当者，我其他台语不会讲，只有讲这一句话，较标准了。可怜呆。好，但是我们看看，不是干呐，尽管选举嘛是，美国甲咱讲是安那每当公道，真简单。中华民国是难民，中华民国是多亡的人，多亡的人是安那有权利甲咱本土台湾人来决定台湾的前途，来决定台湾的土地，安尼有合理无？有合理哦？无合理啦！什么有合理？哎呦！哎呦，是不是我台语讲的不对啊？多亡的人到台湾，甲咱本土台湾人决定台湾的前途有合理无？当然不合理啊！哎呦，一个逃亡的人来到我们当中。然后决定我们的土地，当然不合理啊。所以今天一直到现在，我跟高沙族的朋友说，不要想那么多了。法院有那么多国际法、战争法，都讲得一清二楚。好，你不会背，你别要背，不要紧。但是干那一件，只有一件事情，多亡的人，逃难的人。来到你家里，然后决定你台你的家里的豪华豪宅，你也偷堆，有权利跟你决定吗？当然不合理啊！这样简单的逻辑是安那让台湾人嘛是头壳，我不晓讲了。哎呦，所以。咱的工程是不是伟大？要改变这样的工程，虽然不容易，但是要继续打拼，这样好不好？哇，不简单。所以，当然美国就反对啊，我也反对啊。那今天刚诧异而且法院也会弯路呢，看到人，法律的这个条款哈，嘛是一旦自己走自己的路呢。
你看那个，不是有很多检察院？你看本来是6-6，结果到本来要弹劾很多的一些民意代表或是所长，我们是赶快，特别是这个最高的哪一个黄什么？黄世民，哇，这个他已经好高兴了呢，因为拢是中华民国啊，法院是他们开的、啊。那最近高铁，我前几天看到花了3950亿元，可以盖6个101大楼，然后还要我们负责囡仔出生开始。爱背背债17,000元，你看就这样一直背债，不是干那安尼哦，哎，不是只有高铁呢。假如全部整个的生活，不是干那10,000-2,000呢，应该是更多。这就是中华民国，所以爱改无，爱改无。就是爱挂出台湾啊，这个不是跟他盖呢，挂呢，哇，不简单，这个工程大不大？大不大？嘛是伟大，嘛是爱做，虽然困难，嘛是爱做。你们台语不是讲的说咬牙切齿，怎么讲？阿边那讲？另灾嘛齁，就是这样咬牙切齿，就是要这样生活下去。那不没才刚。好，有很多的在我们的架构里面，虽然困难，但是台湾民政府给我们一条活路，这就是我们入到国际班，这个就是我们重新再一次的来建构台湾民政府给我们的最大的工程。我相信台湾民政府是有持续学习的空间，有无？彼此分享，较欢喜的中数，真的呢。来到这边，有欢喜不？但是我们高山族，我说你欢喜不？听拢无。我们几个高山族了，这我听不懂，没有关系，都、就是安尼啦。就他们只会讲一句话，台语哦，我未晓听，我伫遐做。得罪杜姑都是安尼啦，我参与民政府听拢无，嘛不要紧，我坐底下都是安尼啦。哦，我们为高沙族来鼓励一下，真的呢，不是干那一期呢，你看已经80多期了。每一期高沙族的青年都跟我讲了，主席啊，跟讲师说，有时嘛是爱讲，我听有的话了，有啦，有讲啦，但是没话讲，他们讲台语很顺利，就忘记讲听得懂的话语，不会安怎，都是安尼啦。好，既然我们鼓励高沙族，我们这也是我们高沙族的责任，要多听多学习哈。不过我们回去，我们自己会反省哈。不过这个也是我们没话讲，因为活在这个台湾社会，主流社会嘛是爱学习。不过，所以我们考郡守哈，很多考不上的，我们已经200多位，只有考上4位。我自己心疼咧，心痛咧。
因为落差太大嘛。当然我们鼓励还是要读书了，秘书长都一直鼓励我们说爱读册，爱读新台湾论，但是那么多，今天有三十几个国沙族底下考郡守，不晓得有几个，不过他们还是怕表给小，我们再鼓励他们好不好？多谢多谢。这就是我们看看，重新再看看我们生命领域的，也在我们民政府里面。好，那因为我们来到民政府，我们才发现国际法、战争法、海牙公约的重要性，因为这个才是法源论述最重要的关键性。所以我们不清楚，我们的根基就会落入到中华民国，那时候就很可怜。好，哦，咱秘书长嘛是笑脸吼，为了台湾民政府，他牺牲了那么多的欺压他、侮辱他，他都不回应，这真的很可佩，我们要学习啊。那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给我们很多的证据哈，就发现说我们都在民政府找到这样真正的事实，所以我们往这一方面继续打拼，虽然辛苦大家，这就是我们要走的路程，我们要做更伟大的工程。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是2011年我们去日本靖国神社的时候，我有在那吗？没有，没看到，这样加载 好像是这个呢，不要紧，反正我们都是在里面的，虽然你没有参加，把它当作我们都是民政府，这样好吗？你看这些都是骗人的历史啊，我们就看照片就好。这边有一个，你看有没有？民国25年8月竣工，这是台北碧潭。这个是增加的呢，民国25年有了吗？民国25年有无？电话民国有无？那是骗人。所以这个都是给我们回顾这些的，给我们骗哈，骗我们的，不是给我们骗，骗我们的。好，那些你看在南投的清境农场，有没有112家，只有4家才合格，都是官商勾结。然后其他这个都是中国人的将军退伍了。给我们6000多亿都被他们吃掉了，你看，哦，这些都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但是我们唯一的就是让我们看见，真的是美国在帮助我们，都在进行。这是内湖，哦，99年加99年，美国向我们租，在内湖的，已经快完工了。哦，这个是我们去美国的时候。好，最后就是让我们看到这是还我土地，好可怜哦。好，部落耶稣。好，这就是我们希望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候往这方面非常漂亮的地方，这样有欢喜吗？欢喜吗？你也要参与哦，你的亲戚也要参与哦，来做一个很伟大的工程。好，这样让我们看见有那么好的天地。圣经讲一句话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和平彼此相遇，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
而现，这个都是我们将来台湾民政府执政的一个机会。安尼，请多谢上帝祝福恁平安。各位同心，下课休困10分钟。